看什么看？有什么可看的？地扫了吗？桌子擦了吗？碗洗了吗？一个个的不懂事，快去干活。公子，四套不是南元王的，昨晚的时辰也对不上，那岂不是？凶手不是他，六年了，我机关算尽，如履薄冰，无一日松快。本以为终于可以给阿多报仇了，一切都到头了，可没想到我从一开始就是错的。阿多是因为我才进的宫。那年冬天特别冷，他身子不大好，我便让他歇着。我走街串巷去找活干，当时实在是太饿了，我就从人铺子里面顺了一个窝头，让人追出去一里地。等我回去的时候，阿朵已经不见了。我一个月都没有他的消息，每天出去打听，怎么找，怎么找也找不着。突然有一天，他回来了，还给了我半两，叫我收好。被骗进了宫，还进了身子。我当时就揍了他一顿，一边揍一边哭，他也哭。我问他怎么就随便跟人去了，他说人家说有钱挣，他就想着回来的时候给我带只烧鸡。